好，报告委员会现在与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五会期程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0年2月22日星期二中午12:13至14，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文、玉琴等16人，主席官文碧玲。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届第四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本次议程草案及增列报告事项之编列，均因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共9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系属应提起诉讼院之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共3案。三、一立法院质询行使法第65条，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共27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错误或遗漏之处？没有的话，一切都确定。在议处理议程草案前，先向文会说明，因为第一次院会未进行，行政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第二次议程草案原编列，对行政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调整为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把继续两个字删除。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及执行事项。立法院第十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11年3月4日星期五、8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24委员曾铭宗等拟具《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财政受制划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五委员孔文吉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6至8委员洪孟凯等拟具《公平交易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民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职业安全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9至13委员张玉梅等拟具《耕地375减租条例》建筑法交内政委员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审查，《学校卫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14至17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法》《原住民族委员会土地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审查，《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内政三委员审查。18委员王美惠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19委员林淑芬等拟具《温室气体减量器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20至26委员苏志芬等拟具《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废止印花税法》交财政委员审查，《专利法》《著作权法》交经济委员审查，《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审查，劳动基准法、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27至29委员罗志镇等拟具户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审查，要塞堡垒地带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审查。30至31委员许淑华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审查，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32委员郑任前等拟具学校卫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33至36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审查，最近转型正义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11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37至181农委会、中选会、卫福部、考试院、国防部、退辅会、财政部、内政部、经管会、行政院、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交通部、司法院、司法院秘书长、法务部、国史馆、考选部、国发会、经济部、主席总处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82至200，经济部、内政部、陆委会、人事行政总处函为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201至234，内政、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等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予审查经验，请查招案。235至236，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临时提案之演出情形，请查招案。
民进党党团提议增订一至四，行政院函请审议，都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审查，公大厦管理条例消防法交内政委员审查，专利法交经济委员审查，五至二十四第一次院会通过。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二十五，委员证前等据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二十六委员徐志荣等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交修宪委员审查，二十七委员林英华等据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二十八委员张启成等据气候变迁应急调适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二十九至六十，民进党党团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审查，公民教育法交经济委员审查，废止财政部财税资料中心组织条例、财政部国有财产局组织条例、财政部国库署组织条例、财政部赋税署组织条例、财政部关税总局组织条例、财政部证券及期货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财政部关税总局各地区关税局组织通则、财政部各地区支付处组织通则、财政部金融局组织条例、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审查，电信法交交通委员审查，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不动产经营业管理规则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平均地权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审查，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烟酒税法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审查，游税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远洋渔业条例、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电业法交经济委员审查，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五十五至六十，第一次院会通过。决议事项，行政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现在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第一位邱泰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民进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日程，建请照议事日程草案及各党团提议政略报告事项通过及内容，请议事同仁宣读。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第二位请李多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今天我们程序员会的报告事项里面第三九跟第四十案啊，都是攸关于我们卫福部函送输入日本特定食品应付辐射检验测验及向查验机关申请这些查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件哈。我想在这个部分，国民党党团还是认为现在我们政府单位的三原则三配套还是民间有非常多的疑虑，所以我们建议这三九四十案还是应该改为审查而不是报告。那当然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行政院所谓的三原则三配套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空泛的一种讲法，譬如说三原则的部分是回归科学检验，而且比国际标准更严格，为国人食安把关，这样子对于国人对于食品安全的保证来讲还是觉得比较空泛。那至于配套的部分，我想当然也有相关的从特定禁止特定区域进口改为禁止特定的产品进口，还有相关的要求双证明的这个部分啊，我想国民党有另外的五个要求其实更能够落实，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国民党团当然希望我们还是要增订禁止进口的项目，包含福岛五县的水产品、乳制品、婴幼儿的制品，然后落实禁止核食进口。那福岛这五县市的进口的食品必须辐射零检出。当然我想大家都非常重视校园食品的安全，这个部分也建议是必须要零检出，而且也要建立核食受害者的一个赔偿机制，以及行政命令改为
备查改为审查，我想这个都是国民党的一些要求。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对于国民党的另外有六项主张，我们希望政府还是要定期的复日的来查验，而且建立这些无辐射的标章， 并且要求日本政府要出具官方的安全证明，以及维持九大类食品的逐批检验。当然对于铯137跟铯90也应该来做检验。另外也是希望我们的政府要能够全额补助地方政府购买辐射定量检测的一些仪器设备，这一部分我们当然还是建议我们相关行政院应该来做这一些。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请所有的委员来做一个思考，因为毕竟在这个部分民众对于核实进到台湾来还是有非常多的疑虑。那过去这些年里面，公投有779万的民众也对于这个部分有提出相关的意见啊，所以我觉得立法院应该做一些相关体察民意的事情，正请大家思考。谢谢。好，谢谢李德维委员的发言。我要利用机会跟他做报告，即使实在没有颜色了，希望一起来捍卫2300万民众的健康权益。下一位，请吴怡霞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有关国防自主的这个提案呢，我们国民党是绝对全力支持。但是呢，针对第45条呢，国防部所提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的特别条例的草案里面呢，条例的上限是2400亿。那其中的草案第5条的规定里面呢，计划所的项目或产制、维修、工程、训练等，那么采购呢，限制性的招标采购，那我们就遭到很多民众的质疑。那我们为了要规避现行政府的采购法呢，国防产业发展条例呢规定，让中科院去驻足的话，容易一生弊端。所以呢，我们因此要求说，国防部是不是定出相关的监督办法？那这样子才会规避这个弊端。好，谢谢。以上，谢谢温委员。登记发言的委员已经好来。谢谢主席哈，我是想请我们的议事同仁是不是帮忙说明解释一下，就是今天有两位委员所提到的法案的备查改成审查的部分哈，我们基本上就是并不表示什么样的反对的意思，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程序上我们就符合我们立法院的议事程序。那依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第60条，它的程序应该不是在今天程序委员会处理，是不是？请议事人员说明一下。我来说明就可以，其实没有错。本院职权行使法第60条有规定了，要备查改审查，需要院会去程序去处理，但是相关同仁只是把他的立场做说明。好，谢谢。请问对邱泰安委员的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本席宣告本次院会议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原定将本次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请问有临时动议？好，散会。